好。醒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忘了。先把衣服穿好。哦，好了。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某人昨晚喝得烂醉如泥，我想你也不想让李奶奶看到你这么狼狈的样子。那你又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本来是要走的，但某人死死拽着我不让我走。觉得我会信吗？我拽着你就不走吗？那你睡的哪儿啊？沙发。不仅不让我走，还跟我说什么？说……算了，我就当你说的是醉话，我不会信的。我酒品很好的，少诈我。是吗？也不知道是谁在孙有为的酒局上喝醉了，还耍酒疯呢。你真的不想知道你自己昨天晚上说了什么话？行，那你说说，我说什么了？你昨天晚上抱着我又哭又闹，说后悔当年跟我提分手，还求我原谅你，找我复合。紧张了？小雨成，别小骗我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你听听，小雨成，我后悔了，我不该跟你分手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谢谢。人家都说酒后吐真言，原来你一直都是爱我的，为什么不跟我说呀？啊！少来！肯定是合成的。让机器开口说话，让机器说任何人的话，让任何人说任何话。你们研发室的小马跟我说过，现在语义的人工语音智能已经发展到第三阶段。小雨成，骗子。他，声音可以模仿，但这么充沛的感情，他怎么合成啊？对不对？不对，我要是喝醉了，说话一定是大舌头，不可能说话这么清楚。少骗我！你居然这么快被你拆穿了，我还以为能多坚持一会儿呢。快把录音删了。小雨成，谢谢你，
谢谢你在我最脆弱的时候陪着我，安慰我。谢谢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，也谢谢你一直容忍我这段时间的冷漠、拒绝，还有无理取闹。其实当年分手的时候，我一直想要告诉你，小雨城，我先去公司了，纪录片拍摄要补镜头。喂，我是老朱，还记得吧？老朱，今天晚上我约了你们几个同学来我饭馆聚一下。哦，你有时间吗？肖一成他去吗？他也来。那我去。